学校坚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展国际化办学，17年的风雨兼程，学校目前在校国际学生共1414人，主要来自美国、瑞典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32个国家，分布在中西医临床医学、中医学、针灸推拿学等专业。14-5期间，学校将着力彰显中医药办学特色，继续为学校国际事业努力奋斗。现在迈着整齐而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科学。